欢呼吧，喝彩吧，对神明福卡洛斯的审判即将开幕。你们听我说，再不说下去也没有人会听。福林娜大人不是神明，已经有这么多证据。福林娜大人我只是神明，水神有罪死刑。分担什么的我想要和人亲，那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。哪怕一个人也好，我没什么想倾诉的。好漫长，好孤独，还要多久？我是否已经到了极限？不，我应该很久很久以前就到极限了吗？